40多年来，我先后在中国的县、市、省、中央工作，扶贫工作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。 40多年了，这一直是我们梁家河最好的一片良田。1974年呢，我们打了这个水军坝，使我们梁家河呢形成了大面积的高菜田。说起这个坝呢，我们还要感谢一个人，就是当年梁家河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。上个世纪60年代末。 我才17岁，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沿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，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，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。那时候啊，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洞里，睡的是土炕。 乡亲们的生活啊，十分的困苦，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。我很期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，并且今后能够经常吃肉。那边上。 习近平在给我们村上呢，1974年元月，做了大队书记以后呢，他当时带领社员呢，做了很多事情。你比如说是，打了这个制清坝，完了以后呢，他又给我们挖了制清井，现在呢，还是给我们梁家河全村自来水的水源。后来以后呢，他又给我们建了企业社、带小店、磨坊、缝纫组。 这些都是习近平当书记以后呢，给我们梁家河求助，做了的十四好事。我几乎那365天没有歇着，除了生病，下雨刮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，晚上跟着看牲口，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，什么活都干。这我做了大队支部书记以后啊。 一直想找一点啊，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切入点。当时呢，他是考虑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，解决生活问题。他说要改变梁家河的群众生活，必须要从土地的支配条件做起。所以呢，他就打了水军坝。按照他的设想呢，在梁家河沟口，打了大坝以后呢。 形成了大面积的良田，使梁家河的群众的生活呢能得到改善。到这个坝的时候，大家呢都是有很多的思想顾虑的。当时老百姓的话想说是，没有自建设备，这个坝搭不起来，一下暴雨就冲掉了。所以他利用晚上这个休息时间呢，串门入户的给这个。 老乡们做工作，做了很多工作以后呢，梁家河的群众呢放下了包袱，决定呢，以3年的大冬天，14年的元月份呢，就开始动工打这个坝。他当时呢，他的设想主要用科学的态度来打坝，把河床呢拦住1/3，留下1/3呢，让它继续走水。到了第二年呢，把那1/3呢填满。 在旁边呢，开一个排洪渠，让上游下来的洪水呢要有出口。在当时呢，在水口上捞都是最苦的。
习近平呢，二话不说，外这不就光着脚拿着镢头，啊，就到水库上抱团。过上一会儿以后呢，啊，要么大家都弃他抱，啊，说是你为了休息一会儿，但是他一再要坚持他自己抱。所以习近平那个时候在工作上，当初子的时候呢，出活脏活，累活都呛得干。所以我们梁先生就对他是比较尊重，看到了人民群众。 的力量，看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根本，真正理解了老百姓，啊，了解了社会，这个是最根本的。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，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。所以到了95年，预底坝上呢，就有了收入，有了效益。第一个方面呢，利用河床就增加了土气面积；第二个方面呢，可以提高土气的质量，由原来呢。 这个产量就高了，一亩地可以达到1000斤左右。后来以后，他到农学院搞了些优良品种，回来以后，让我们做试种，搞对比，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科学种植。从40多年来，这一直是我们村上最好的一片良田。周书记讲到他人走了，但他把心留下了。 留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梁先生有今天的变化，确实也离不开周书记当年打下的良好基础。他3次回延年，2次回村，4次给村上复兴，就希望我们把这个村子建设得越来越美，让老百姓啊的日子越过越好。这个习近平回来的时候，我是土窑，后来到80年代开始，我们改变成石窑。 就家家户都有石窑，从这个2006年、2013年开始，我又改成这个楼房，哎，我为了盖了我们梁家的一个小区，我住了是137户，每户一套楼房，都是100的，<笑>楼房被窑垛刻的镶墙，这。 楼房里的天然气、水，对这个窑垛的墙对的嘛。15年回来一次，也带的礼物，都是习近平都个人工资拿出来给我们俩家人带，上面给带的，带的肉、肉、面、油、莲花、对轮，人家对我们的感情就特别高兴，有钱。 15年以后呢，我们给这个梁家河这个山上面就发展了上千亩果园，啊，这个另外呢，我们这个也做了一些瓜服，啊，沟道里面呢，我们搞了一些养殖和蔬菜大棚。那么梁家河这个核心村呢，我们主要就是发展旅游。我们2014年就前，这个梁家河收入是9600多元。 到2019年呢，我们就收入21,634元。我们梁家河呢，总共有14户贫困户，44人，啊，那么2018年，我们就不光实现了这个2%不涨，啊，而且实现了高品种的脱贫。梁家河的小村庄的变化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。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我们用了30多年的时间，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。13亿国人摆脱物质短缺，从低产达到小康水平，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。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，也是人类文明的。 巨大进步，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。